今天要讲非洲树呢，你会觉得叶子很难，但是呢，其实蛮简单，你就拿你的笔，然后呢，一直点，点几下就变成那样子的。家有一个鸟巢，长颈鹿呢，前面那个角很像要走到那棵树，有，即使它的头是转到一个别边的，那个太阳也是一个圆形，地上会花很多很多的黑色颜料，加后面的天空也会有很多很多颜料，所以太阳就白色跟黄色，但是比较多白色。云是白，也是白色跟黄色，但是比较多白色。那些草呢，我们就用一个很没有那么宽的那个笔，然后呢，你就把它弄上面，上面一直弄上面，就像那样子，然后草就出现了。